娘和老公在2015年结婚后，两人虽然低调，但不难看出小两口爱得相当甜蜜。然而日前被大陆网友传出两人婚变的消息，林依晨17日出席活动时也正面回应了。面对突如其来的婚变传闻，从外表上看来，林依晨心情似乎没有受到太大影响。被问到这题时，她也无奈地说，之前有回应过相同话题，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了。接下来被问到老公的反应时，她也笑说，老公都开玩笑说她怎么有那么多新的绰号。接着她也表示，我是比较心疼她啦。最后林依晨也提到，最近都被育儿塞满日程，希望之后有时间可以和老公去度假呢。Bye.